地来自公交、医院还有集贸市场呢，作为那个重点的一个区域收回来的那个现钞啊，进行消毒。那么我们呢，采取两次消毒的一个模式，对医院的那个收重点区域收回来的现钞啊，进行单独放置，不再投放市场。那么现在因为疫情期间，我们这里的员工一共12名，他们从年初二开始就来到这里加班加点。我们现在每天基本上清洗量在6万张左右。